今天，国家地质队的朋友陈工赶着家里的节日回来了，呼叫了小伙伴老钱一起，我们凑了一起，话匣子打开，便说到了风水龙脉的故事。龙脉是中国风水学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。血心腹正解有说：龙者，山之行度，起伏转折，变化多端，有似于龙，故以龙名之。风水学里面的最高境界就是寻龙点穴。 古时，天子为了江山能够安稳无忧，会让风水大师通过山脉走向、起伏、转折等现象，找出龙脉所在，在龙头建设皇陵，用龙气滋养江山。同时，为了避免有人相争天下，天子还会斩龙。历史上，开局一个晚装备全靠打的朱元璋，在夺得天下后，为了让朱家江山永固，他派出刘伯温。 寻找天下龙脉，将这些龙脉斩断，换来朱家的太平盛世。兰州的南北山，龙头朝东，尾巴向西，自伏龙平而起，是风水极佳的龙脉之地。刘伯温到了这里，立马命人将龙脉挖断，并且在伏龙亭修了石竹根亭子，命名困龙钉及伏龙亭，把龙气困住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兰州的这条龙脉就这样被刘伯温毁掉。 他带着朱元璋的命令辗转各地，总共为朱元璋斩了九十九条龙脉。不过，中国大大小小的龙脉不在少数，岂是刘伯温一人能够斩尽？他百密一疏，忽略了东北一条龙脉。女真族凭借此龙脉繁衍生息，不断发展壮大，并由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，建后金，而后国号改为大清。这条龙脉。 最终诞生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。对于朱元璋派遣刘伯温的斩龙之举，后世颇有怨言，觉得他这天子过于小心眼。但是打江山不易，守江山更难。历史上为帝王斩龙的风水先生，并非只有刘伯温。唐太宗李世民的江山来之不易，他为了让自己能够坐稳地位。 并让后代子孙继承下去。同样做出斩断天下所有龙脉的决定，帮他完成这个任务的人，正是唐朝知名的玄学大师袁天罡。袁天罡喜好修炼长生之术，擅长看相。他奉唐太宗之命，自北方往西南前行，要将天下龙脉斩绝。一路上，袁天罡斩断了八十八条龙脉，但是还是放过了另外两条龙脉。 其中一条，在宋州砀山一番推算下，袁天罡算出这条龙脉会在两百年后毁灭唐朝。只是此乃天命，不可违。他保留了这条龙脉，而公元九百零七年推翻大唐的后梁太祖朱温正是砀山人。另一条被袁天罡放过的龙脉，则位于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，是武则天的龙脉。 武士约听闻袁天罡带天子斩龙，于是恳请先生顺路前往武家，替家中夫人观看面相。袁天罡欣然前往，看过武夫人后，对他说：“看夫人的骨相，一定生了贵子。”随后，武士约叫来几个孩子，让袁天罡看相。当时，武则天被乳娘抱着，谎称是男儿身。袁天罡看完，惊呼。 这个郎君龙精凤颈是极致的贵人。说完，他又侧身观察武则天，道：“如果是女孩，实在是不可窥测，以后一定为天下之主。”后面，袁天罡寻到武则天的龙脉所在，虽然推算出她未来会篡夺李唐，但是因为这条龙脉能够保大唐江山二百余年，袁天罡没有出手斩断武则天的龙脉，因此保留了下来。 后来，他也应天命登基称帝。龙脉之说流传已久，如今还有不少人给祖宗建造阴宅时，会找高明的风水先生帮忙寻找龙脉，以此保佑子孙大富大贵。以下就是小伙伴老钱说的关于他爷爷把祖坟迁到龙脉上，因此风光无限的故事。我代为转述。老钱爷爷生活的那个年代，民间葬仪还是土葬为主。 钱老头年轻时便以盗墓为生，只不过盗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附近厚葬的墓地几乎被他挖光。后来严打封建迷信，他这种行为若是被抓，那是要被毙的。钱老头就此金盆洗手，买了一间店面做玉石生意。一向跟死人打交道的他哪里会经商？不到一年，店铺就摇摇欲坠。那些时日。 他常常找老搭档一起喝酒买醉，老搭档跟钱老头一样，早就金盆洗手开店做生意。不同的是，他生意越做越大，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的大老板。一次，趁着搭档酒醉，钱老头跟他打探问：“老伙计，你究竟是怎么发财的？给我支支招吧，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”老搭档喝得醉醺醺，闻言突然趴在钱老头肩上，在他耳边说：“你知道龙脉吧？” 龙脉，对龙脉，他打了个酒嗝，肯定道：“原来搭档开店前找了风水大师为祖辈迁坟，他家的新祖坟就坐落在一条支龙上面，为他积攒福气，所以他的生意才会如此顺利。支龙是龙脉的一种，龙脉种类非常多，有大山大水的称之为干龙，小山小水的则称为支龙，还有乾龙、辰龙等其他龙脉。” 暂且不提，后面找个时间我再给大家详说。回到家，钱老头怎么都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寻找龙脉的事。第二天，他立马找到之前盗墓认识的一位风水先生，请求对方帮他迁坟。只是龙脉哪有那么多？附近唯一一条龙脉已经被老搭档占了。风水先生说，只要钱老头给他养老，便替他行偷梁换柱之事，把钱家祖坟给偷偷移到龙脉上。 霸占老搭档的福气，钱老头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场就答应风水先生的要求。当天深夜，两人立即行动起来，把老钱家祖坟的棺材挖了出来，拖到老搭档的祖坟处，完成偷梁换柱。随后，钱老头还把老搭档祖辈的遗体一把火给烧了。做完这件事，钱老头果然开始走好运，他的店铺突然起死回生，日子越过越好。 而老搭档家则开始败落，一家人流落街头。他曾上门找过钱老头帮忙，谁知道钱老头做贼心虚，不敢见他，让店铺伙计将人赶走。老搭档为了谋生，只能重操旧业，又开始盗墓。在一次挖坟的时候，被人发现，死在乱棍下。不过钱家到了老钱这一代，只是普通人家。钱老头去世后，他的儿子。 也就是老钱的爸爸不想给那先生养老，对他越来越怠慢。风水先生见状也不纠缠，直接回了道山。走之前安排徒弟在龙脉处敲下铁钉，把这条龙脉给破掉。钱老头的故事，老钱给我讲了好几遍，每一次他都忍不住唏嘘：要不是父亲做了白眼狼，他现在还能当有钱人享福。老钱的遭遇虽然令人可惜，但是跟其他人比起来，他还是幸运不少。 至少，它没有成为龙气外泄、真龙出世的代价之一。二零零八年，中国西南发生了让所有人泪目的大灾难。时至今日，想起当时发生的情景，仍然让人眼眶一红。很多人感慨生命在天灾面前的渺小。而在天灾发生之前，有人曾目睹真龙出世。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。 全长有两千五百余千米，世界所有龙脉都是从昆仑山脉分流出去，所以关于昆仑也有这么一句话流传着：“以昆仑为尊，万山之祖，龙脉之源。”可以说，昆仑山哪怕微小的风吹草动，都会牵动世界格局的变化。五月十二日这一天，印度洋板块向亚洲板块突然俯冲，导致青藏高原迅速隆起东移。 从而引起了四川汶川的这一次大地震。师傅曾对我们师兄弟说过，这次地震乃是有一条龙脉消散，而新龙脉产生，真龙出世导致。四川位于龙脉之上，只是早在很久以前，四川这条龙脉就被人给斩掉了。至于为什么斩龙脉，其实还是离不开古代皇家的那些心思。只是有些龙脉龙气充裕，哪怕被斩掉，龙脉也不会立马死亡。 而是要等到龙气彻底消散，这条龙脉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。任何龙脉的消散，都会造就另一条龙脉的诞生。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以此才能繁衍至今，把民族传统传承了下来。四川龙脉彻底死亡那天，真龙出世，未来几年中国必定腾飞。地震时，师傅曾经远眺过汶川，他说那里金光闪烁。 诸多灵气被吸引到一处，气运聚拢，由一条巨龙冲天而起。果然，就如师傅所说，从那一年开始，中国的发展就像坐了火箭一样，其他国家想拦都拦不住。然而，腾飞背后的代价实在巨大。这场地震受灾的总人口高达四千六百二十五点六万人，是中国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、灾害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地震。这个世界。 就是这么公平，有些成功的背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、令人为之心痛的代价。我曾问过师傅，这些代价难道就不能避免吗？师傅当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隔了许久才叹息道：“这是天命，不可避，不可逃。”后来师兄才悄悄告诉我，真龙出世是天命，是注定好的。同样，为了让真龙能够出世的代价也是注定好的，否则。 为什么地震前那些专家没有一个预测出来？因为人是斗不过天命的。人类对地下发生的变化，只能靠地表观测进行推测，只能预测，不能笃定。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也好，唐太宗也好，他们登基后明明派人斩断天下龙脉，江山最终还是被灭的原因。逆天而为，终究要付出代价。而跟天对抗的越厉害，代价就越严重。 就像老钱家，他爷爷费尽心思霸占了别人祖坟的位置，结果还不是被一根钉子轻松破去。而在听到我说的师傅关于西南真龙出世的话，陈工脸色一顿，沉吟许久，开始跟我们分享起另一个关于地质队遇到真龙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头我们知道了，古代帝王为了王朝永固，会派风水大师去斩龙脉，而现在。 地质队在某些程度上取代了封建王朝风水大师斩龙脉的工作，而且地质队常年累月在野外工作，会经常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至于陈工跟随地质队工作遇到了什么事情，故事里提到的国家地质队的朋友陈工就是这次科考队的一员。当年我刚大学毕业，便赶赴极重灾区北川老县城参加志愿服务工作。 希望为当地灾民献出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，在灾区看到的和听到的，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那一幕幕情景让我决定多留下了一些时日，为灾民们多做一些事情。所以，当救援队离开的时候，我还坚守在一线。不久，我接到了陈工的求救电话：“完了，老李，我们好像挖到妖怪了！”原来，科考队在一次爆破挖掘中遇到了一件怪事。 陈功是我发小，小的时候他还穿过我的开裆裤。我知道他这人特别轴，且以科学为信仰，能让他说出“妖怪”这个词，事情一定很不简单，便让他细说。他告诉我，他们在一次爆破中，无意中炸出了一个天然洞穴。洞穴上下是砂岩，中间是泥质岩层。砂岩坚硬不易被腐蚀，而泥质岩层容易被风力和雨水冲刷带走。 长年累月就会形成这样的巨大洞穴，洞内有充足的氧气可供呼吸，还能隐隐听见流水的声音。但是作为天然洞穴，洞壁的外延有点太过整齐了，即便是被雨水冲刷多次，油洞的中心向两壁放射的长度几乎是一样的，就好像是什么巨大的圆柱形工具推出来了一个洞，并且他们还在沿途发现了一些灰绿色的奇怪粘液。 陈工用手机给我发了一张彩信，虽然看不太清晰，那是一个承认大小、类鳞片一样的东西。他说：“这鳞片可真是奇了，用火烧它一点事儿没有，用水泼它还能变大，在遇到不同亮度的光线，它还能变色，由黄转绿，再转为透明。”陈工说完这些，顿了顿，听声音似乎是换了个地方，然后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。 你知道我刚加入地质队不久，本来吧，我们有一个秘密任务，什么任务你就别管了。但我就怕我这一铲子吧，坏了事儿，那我以后还怎么混啊？陈宫发誓说他是不小心的，一铲子下去就有什么东西流血了，那东西吃了痛，呲溜一下没了踪影。这动静可把陈宫吓坏了。再定睛一看，那血液一流进泥土里，居然消失了。 陈公催促我说：“你对这些东西有点研究，要不你来科考队吧，帮我们合计合计，找寻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”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，因为我也想亲自去确认一件事。到科考队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拿到了那个鳞片，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。五十年前，我金门大师兄历劫，下了故宫锁龙井，牺牲命寿不金钢阵，替代真龙出世。 真龙为感激大师兄，曾留下一片龙鳞为其护身。我手中的这一片和大师兄的那一片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是龙鳞。看到陈公殷切的表情，我故作事态严重：“哎呀，这下麻烦了呀！你得罪了一个很大的妖怪，你要是不把你们这次来的秘密任务告诉我，我很难帮你呀。”陈公突然扭捏了起来，说：“不是不想告诉我，而是不能告诉我。” 他们队里是有要求的，我想了想，也不为难他，于是说：“那我就来猜一猜，猜对了你就点头。反正是我自己推测的，也不算是你坏了规矩。怎么样？”陈公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。我举起龙鳞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我猜你们的秘密任务就是要斩龙脉。陈公一愣，随即拼命点了点头。我笑了笑，但是呢，你们是地震之后才来的。 所以，并不是因为你们斩断了龙脉才产生了地震。我师傅曾经预测，此地气运巨龙，有一条巨龙冲天而起。我猜，你们是真龙出世之后，来确保龙脉彻底消亡的吧？我早就听师傅说过，龙脉是不断移动的，但是移动的方向是可控的。如果龙脉遭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，就会导致龙脉不知所踪，影响国运的发展。所以，古时候就有地震之后。 派人斩断原有的龙脉，寻找新的龙脉的说法，陈公撇了一嘴，狠狠跺了跺脚。我本来也是不信的，但是这一路过来的所见所闻，让我不得不信。在来汶川之前，我们地质队已经去过很多地方斩龙脉了，之后还会辗转去别的地方。只不过这是我的第一次任务。老李啊，你说我那一铲子铲的不会是龙吧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放心。 既然是真龙出世，那龙已经离开了。我估计那玩意儿更有可能是一条大蟒，或者是将要化龙的蛟。陈工抬起头环视了一下整个洞穴，忽然哆嗦了一下：“这么大的蛇，我去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”就在这时，地质队一个负责探路的小兄弟跑了过来：“你们快来看！”我们跟着他左拐右拐了几处洞口，终于停了下来。 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叹为观止，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洞穴，洞壁呈白色，洞外似乎能看见隐隐透过来的亮光，那亮度极高，胜似白昼。陈公惊呼：“难道这是露天的？”那个负责探路的小兄弟凿开一处白色的墙壁，我们定睛一看，发现并非露天，而是别有洞天。原来，白色洞壁的后面还有一层发光的岩壁。 准确点说，是镶满了夜光石的岩壁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小兄弟又指了指白色的岩壁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。我拿出放大镜，在岩壁上仔细端详。我发现那岩壁有着细细的纹理和斑点，并非是岩石或者沙土。我脱口而出：“这是蛇蜕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。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反应，因为这白色的岩壁，相较于最初进来的洞口。 还要大上许多，并且这个蛇蜕完好无损，看上去还是新的，这就说明大蛇蜕皮也才是不久前的事。陈工一个机灵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跑吧，这里也太危险了吧！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同志抬了抬手说道：“不用害怕，蛇蜕皮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休养，暂时不会到处乱窜。” 并且按照他们的习性，蜕皮的地方离他们住的地方会比较远，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任务还没完成，我们需要稍安勿躁。听完老先生的话，大家也都冷静了一些，分别开始检查行装，计划下一步工作安排。我趁此机会让陈工带我去之前凿伤打蛇的地方看一看。陈工指着一处凿痕：“你看，就只在这个位置，明明凿伤了，却不见血迹。” 我蹲下来检查了一番，随即捧起一小块滑溜的透明果冻，惊叹出声：“没有消失，还在这儿呢！”陈工闻言赶紧凑了上来，一看我手中的东西，差点笑出了声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这玩意儿是血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并且表示自己并未开玩笑。这种材质很独特，这四周都未曾见到，而且它看上去很干净，应该是落在这里没多久的。 我稍稍挤压了一下，果冻立刻分离成若干小小的透明颗粒，再将那小颗粒一捏，就消失不见了。那感觉就好像被我的皮肤吸收掉了一样。我又让陈工指了指大蛇离去的方向，我们跟过去沿路查探，果然看见好几处地方都有这种小小的果冻状物，但是再往前走也没有了。看来它的伤口愈合速度很快。陈工摸着下巴思索着。 眼看着再寻不了其他线索，我们便回到了蛇蜕处，打算跟着大部队好好休息一番。他们计划着六个小时以后出发，前往更深处寻找龙脉。我靠着陈宫闭上眼睛小憩，隐约间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。我被那味道唤醒，发现先前还无比明亮的蛇蜕之中变得一片漆黑。幽暗的隧洞中传来几声轻微的风铃声，我顺着声音望去。 就见到两个红点一闪而过，像是过年的时候我家门前挂的大红灯笼。我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，跟了上去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一路上没有拐弯，那两红灯笼就却似乎一点都没有靠近。直到我走的累了，想坐下休息时，却看到那两个灯笼逐渐向我靠近。我不知为何有些紧张，绷紧了身体，紧紧注视着灯笼。只见他们在空中排成一条直线。 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又突然落了下来。其中一个灯笼皱的落在我的门面，灯笼前面还站着一个人影。我被那人影吓了一跳，连连后退了几步，却发现那灯笼中的人影同我一样在后退。仔细一看，那不就是我吗？稳定了一下心神，再定睛一看，只见那红色灯笼之间有一条黑黑的竖线。突然。 从天而降一道木帘盖住灯笼，又再度展开。卧槽！我这才意识到，这是一个眼睛，这是一个动物的眼睛。而后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故事就要发生了。